105年这一题是一个等比数列问题，它给我们部分资讯，就是前十项和还有奇数项，我们要知道它的首项为多少。好，那首先呢，我们就是善用，它是13579，那其实今年24680呢，其实刚好就是什么呢？刚好就是13579再乘个别乘上一个 R。好，那所以原本这个东西如果是120，那这边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是120R。再加上呢，这个总和为80的情况，那所以原本120再加120哈，就120乘1加 R 会等于80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算出来，这边乘上2/3等于80，所以 R 我们就可以算出来是-3/1。接下来要怎么求首项比较方便？好，因为我们先注意一下，它总和是80啊，但是因为总和的公式呢，其实可以写成这个样子，重点在于现在怎样？啊，是一个-3/1，是啊，14方之后呢，其实会非常小，所以这边稍微用近似的观点，就会让它比较好做，也减 r/a1。好，那 r 是-3/1，我们把它带进来，就会得到这一个式子。好，所以这个东西呢，大约等于80，啊，所以我们这边我们就可以反算首项呢，其实就80乘上这个3/4，好，所以这样子大概是107。所以这一题答案就是这个选项4。